真的是有，为啥妈妈来？那是妈妈一直看我，他们是一直担心我，但是我是一直讲的，他们是一直看，一直担心，一直关注，但是不是那么近的地方。然后我很危险，但是我他们去关注。因为我是这样来吧，所以别人四个人，四个人的那个字也是一个人是倒立，然后普通其他的人是站起来这样，或者三个人的那个团也一个人这样这样。表演开始，舞台上全黑，光光，我进去，然后你们开始。然后这样的话，舞台表演最开始是我的到那个コンファー的时候的样子，然后看见那个旁边的舞者们也有一些人是倒立的，翻过来的，这样的 connect。OK， 我们试一试。嗯。可以。なんだ、本当。见面的部分，我想今天决定那个。我的拍子那个时间多长？好像大概20秒，不加那个闪光的地方。嗯。但是也许如果说就是刚刚我们是那个倒立的吗？嗯。所以也许先蹦个6个8拍出来，我觉得保险一点。咚咚咚，二十秒，25秒。你加上你前面闪光的地方的话，也许30秒。30秒，嗯。这个先见面的关系先不用考虑，因为这个是节奏和没有关系。你觉得我的动作是什么样的？比如我在中这样，然后光悠的时候，我是先不动，然后慢慢动的那种。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跳筋的东西，就是你上次我发的你的脚在地上是可以发出声音的。那种快的，嗯，要不然先慢，然后到我们跺脚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再做强的。这分3个档的力量，我们是先弱、中、强、弱。这个圈和你跳的东西也可以是从小圈渐强、渐强、渐强。我觉得这样它会很有效果。嗯，你们表的，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、前辈，这样吧，是。比如现在也他们孤立，但是我是看不见他们，现在没有见面，但是我的脑里是和他们一起的时候的回忆，是好像那种嘉宾的样子。然后第二的时候也是用自己的感觉、自己的心理出来这个动作。那我的 freestyle 里面是和谁谁一起练习的这个动作，谁谁一起学习过的动作是融合的，对，所以我的脑里是这个时候的脚兵，这个时候的脚兵，这个时候的脚兵，这样出来的，所以我的动作是很快很快很快，但是可能 key 的 point 是和你们一起，或者你们先做我做，我做你们之后做，这样也可以。谢谢。1, 2, 3, 4, 那种。你比如你给我的
啊，那种只有爱的部分是温柔一点。你给我的爱，唱歌也爱的部分是有一点嗯的感觉，所以动作也。你给我的爱，嗯，爱，然后先发现。上台老师，你在干什么？上台老师，你在准备这个 final 的。final 的东西是吗？是的，我很期待哦。上次就很帅，耶，准备的。怎么样，有信心吗？啊，有。OK OK， 加油。好、啊，谢谢。Happy。Yes。我刚刚买的，新的。现在是练舞，这就是街舞的，这就是街舞的总决赛。我的新歌，所以最近我准备这个新的歌，然后现在昨天刚全部做完了练舞，然后练习，加油。非常好，我们就会翻，耶！然后就是，然后就是。
新的挑战吧，因为这支街舞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节目，从很早很早的时候想来，有我来中国之前的我的一个目标的那种节目。什么时候开始看我们队队啊？你好，你好，见面不要让别人。耶、yeah, ，想新的挑战，我还没有自己的歌，所以用自己的歌打舞台，所以蛮重要的。21年，天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用自己的歌的歌，第一次的舞台，所以很重要的。对，有点紧张，但是就这样。掉一个过去，掉一个脸过的。对，再一个也跟着我。好，另外一边的舞团呢，再给我一个侧光，拉丝的侧光，拉一下。Yes， 好，来，开始侧光，让我看一下，谢谢。Yes， 非常棒。再多推，开始。是没有声音的部分，就自己播，所以，是那么简单的。然后，但是我想，没有节奏，但是我们是有气入的。如果有，或者的话，也会做这样的作品。但是我想，我们是做的是没有声音，但是有气入的那种。但是没有声音是播不了，所以再想一想怎么接出去。差不多。可以啊。可以。还有这个版本先练。Okay。
是刘一元。我说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一图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力。大家好，我是曹一鸣。Into One 赞多带来他的主题表演。累了，但是有带上，很爽。今天是第一次用自己的歌，感觉有点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怎么是带上？是我的声音。哦，这样的感觉，很爽，特别爽。